嗨，大家好，我是Wongviolynn。今天我煮的是 dinner， 耶耶。然后，你们吃了吗？你们好吗？因为现在 COVID 很多，然后你们可以去在家试我的那些美食，很好吃又很健康。然后今天我煮的是什么？耶、MCO special。对了 ，MCO special， 很多 special。然后要记得去订阅、按赞我的频道，爱你们。然后现在我要给你们看我煮什么。哈，我开给你们看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哇！很多材料，又有维他命补。你看啊 ，carrot， 然后一块豆腐我切成这样一粒一粒小小，比较容易吃。然后 tomato， 维他命 C。然后有补给你的皮肤白，然后加工一条，然后切成四块，然后下面还有乌冬面，日本乌冬面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灵蒿，然后这个就是鸡根。然后这个就是西洋菜，然后很甜，没有放白油，没有放盐，捏出了甜出来，从菜那边捏出出来，所以你们可以在家里试，这一锅熟，心不讲。你这个要煮到多少米？煲多少米？一个钟头半，最好啦。如果你要快的话，就一个钟头，就一个钟头十分钟啦。然后它，你看它味道全部出来了。然后我会加最后一样是腐竹，上去就好。然后放。那个炸辅助，什么都可以做的，这个辅助很好。我放四片，然后我米浆，然后就变成很多片了。很美味，很香，整个屋子都嗅到。有什么做有什么？外面都嗅到，可以给老人家、青年团。小孩子，还有老人、大人，全部都可以吃，很好吃。然后现在我会关火，就可以吃的，我们完成。然后我妈最喜欢喝西洋菜，所以会拿去给我妈还有妈的饮料，然后我们两个。老婆跟老公可以吃，爷爷香吗？咪很香。我关火了。嗯。观众，亲爱的观众，记得订阅、按赞我的频道，爱你们哦。然后下集会有更加多的影片给你们看，所以你们要支持我，在。YouTube Wongviolynn92 channel， 然后260个，我们又会送礼物给你们，现在207个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拿到那个礼物的话，你们就快快进来 Wongviolynn92 channel， 爱你们，拜拜。